哎，各位还睡觉，麻烦醒过来。
当然你这个到了篮球场，你可能不知道，你不可能不知道现在 Q 到第几个啦，对不对？你说现在这个 Q 了几个，对不对？哦，就 Q 了三个，那你就 Q 第四个，所以我就 Q 起来，排队就 Q， OK。好，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用到了、看到这些术语，把它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Q 就是排队。好，那我们刚刚说过啊，这个 linear queue 啊，实际上在实作上面会有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下方这边事实上是有空间的，可是你又没得放，那因此我们就当然最基本的想法就是把它绕回来啊，对不对？就把它绕回来。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下一个就是 circular queue，circular 是环状，绕回来绕一圈的，哦，这个叫 circular。环状的。所以我们就是上下是相接的，上下相接。那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就是一开始我们前面那个关系是说翻的跟绿也都知道什么零的更前面那个位置，零的更前面的位置就是4啊，零一二三四四在怪圈就是零哦，绕一圈。好，那也还是一样啊、哦，路也代表队友的尾巴 ，flag 代表队友的前面。所以如果你这个 CD 已经到这里了，下一次我还要再加资料，路也就加一啊、哦。那路也加一的话，就跑到怎么样？跑到第零的位置，因为四的下一个是零，所以路也再加一，跑到下一个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你不能用这个 flat 跟 rear 的这个值的大小，哦，说哪个在前面，哪个在后面，不能这样看的哈、哦，就是他们是绕一圈的。但是如果是这个像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这个再加一个啊 ，rear 再加一个，再加一个的话，这个 rear 的值就跟 flat 的值就知道同一个位置。好、哦，如果再加一个进来，那这两个值就知道同一个值，同一个位置。那可是我们可以看看，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initial 没有东西的话，这两个也是直到同一个位置。那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来判断说，那到底你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那我们判断的条件是 find 等于 read， find 等于 read 是里面是空的，像这个状况里面是空的。那这个呢，如果你刚刚说，那我们这个再把它加一会怎么样？你看起来就没无法判断。所以我们这边哈，我们这边你能够好，你能够用的空间好，只有 n 减一个。像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你如果再加一哈，那就变什么 ？flat 跟 rear 到同一个地方。那可是呢，我们又用什么 ？flat 跟 rear 是不是相等来判断它现在是空的还是不是空的？那这个是刚好全满。那可是全满又跟全空是一样，所以我们只能用到 n 减一个。因此我们在 circular queue 里面，你的 array 的位置有 n 个位置，真正可以用的是 n 减一个， n 减一个就满。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刚刚讲的啊，如果你 n 个位置都要全用的话，那你就无法分辨 ，we cannot distinct 就是分辨啊，没办法分辨呢。你到底是一个 full queue， 是一个满的 queue， 还是一个 empty queue？ 没办法分辨。那我们只好牺牲一个位置。好，那我们在这个queue 的资料结构啊，我们也是一样。第一个我们要判断哦，我们要 queue 建造一个 queue 的一个 constructor， 那也是要判断说你的 queue 是不是 empty 的。然后 friend 就是前面就把 friend 的那个纸把它装回来，这是只有 return 而已哈。还有 rear 把 rear 的纸把它装回来哈，这是对尾巴的。那还有一个叫 push 跟 pop，push 就是像刚刚 stake 一样把东西放进去叫 push 啊。那可是我们放进去的时候呢是放到什么？放到 rear， 还有一个叫 pop， 把东西拿出来是从 friend 拿出来。所以这边的 push 跟 pop 也一样哈，会破坏我们 queue 的结构的。那 friend 跟 rear 只是看他的资料而已，并没有破坏
破坏我们 Q 的结构。好，所以从我们刚前面的这个 Actual Data Type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我们需要定义的变数就有这几个。第一个 Q 也是一个 Array 哈， Q 还是一样用一个 Array。那同样的跟前面的，就是我们暂时用这个 T 这个 Template 来代表我们的资料形态。那 Star Q 就是一个 Array， 我们有两个指标，一个是 Frame 的，一个是 Layer。另外还有一个 Capacity，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 Array 的大小。接下来这个跟刚前面的 stack 其实写法都非常类似啊。我们 Q 这个是一个 class 啊 ，Q 是一个 class， 然后跟这个 class 同样名称的这个 function， 它是一个 constructor， 所以进来它就有 Q capacity， 然后这个我们有个冒号之后，把 Q capacity 这个值把它放到 capacity 里面去啊，就相当于这样。好，那当然你如果不要这样写，你要写像这一行也可以啊。这个两个形式都是可以的。再下来就是这个 Q， 我们就另一个新的 array， 它的资料形态是 T， 它的大小是 capacity。那一样的情况啊，这个有大的 Q 跟小的 Q， 大的 Q 是 class 名称，小的 Q 是那个 array 名称，这个是不鸟。然后再下来。再下来就是这个 front 跟 rear， 把它设为负一，糟糕，我再设为负一，这个 problem 有 bug， 这个 problem 有 bug， 因为其实这个突然想到这个有点 bug， 其实这个负一其实应该是这个位置，应该是这个位置，就是拧的前面是负一，那负一其实是这个位置，不是真正的负一，负一在这边是行不通的。那你把它两个把它都把它设为零也可以哈、所以这边后面有写，就设为零就 OK。那所以这个 problem 怎么改呢？最容易改法就是，直接把它改成零就好了。那其实我原来意思是要把它写什么 capacity 减一啊，就负一就是负一就是这个位置哈，负一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所以这应该是这个 capacity 减一，就是这个值啊，这个值啊， capacity 减一，它就是负一的位置。那你把它设为零也 OK， 因为事实上就是现在我们来判断这个 Q 是不是空的，就是这两个 layer 跟 front 的值一样就可以了。你所以你设为任何的其他值都可以，唯独设为负一可能会有可能大，因为负一的位置是不存在的。好，再下来看这个 Q 有没有问题。那刚说过了，我们只看了什么 ？Find 跟 Read 有没有相等？那它如果相等，它就是 empty， 所以就直接判断这两个有没有相等。再下来，我们要拿 Find 的资料啊，拿这个 Find 的资料。那我们就第一个就先判断一下它是不是 empty， 是 empty 的不能拿资料的哈。那如果不是 empty 的话，我们就可以拿资料。那我们拿资料哈，是拿什么调的资料？记得啊 ，front 加一哈 ，front 加一 ，front 指的调是没有资料的哈。哦，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个，这边所看的哈 ，front 这个调是没有资料的啊，所以你要加一之后，那个调才会有资料。哦 ，front 的时候主调是没有资料的。好，那这块就是后面这个百分比 capacity 什么意思呢？百分比是什么意思 ？mode 嘛，对不对？就是求得它的余数，好 ，mode， 百分比是 mode 的意思哈。这个在数学里面就是 mode， 好 ，mode 就是余数。好，所以就是我这个值加一之后啊，可能超过我的范围。那这个我们刚刚说过了，比如说这个 front 现在是我们假设这个。容量是100，从零到99啊，从零到99，容量是100。
那假设我现在这个弗兰德的值是现在已经99，已经最大了，再加一，再加一，99再加一哈，再加一就超过这个范围，是让它绕回来变成第0的位置，啊，所以你把这个值再把它mod100，它就变成零。所以我们利用这个 mod 这个概念，哦，就可以让它绕回来。你还是在做加一的动作，只是利用这个 mod， 它就绕回来。那也因此啊，这个 mod 的写法就非常单，非常简单。你也不用去判断说，哎，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99？如果是的话，变成零，你必须这样写，就是直接写加一，它是叫 mod 这个它的容量这个 capacity。这块是 rear， 那刚说啊 ，rear 的地方是有资料的啊，它是队伍的尾巴，但是手指的地方是有资料的，所以它就直接 return rear， 啊 ，shift 那个 rear 的位置，直接 return， 啊，不用加一点一，不用做。再下来是 push， 把东西放进去，那东西放进去是放在 rear 哈，放在 rear 哈，好，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判断啊。你东西放进去的话会不会满，那我们刚刚说过了，如果你放进去之后它等于 front 加一之后，这个也是这个也是百分比也是绕一圈的意思，把这个加一，把这个加一之后如果它等于 front， 那就代表是满的，不用再放了。那所以呢，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现在这个情况你这个在加一之后它等于 front， 这是不用再放的，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满的 ，OK 再放，所以我们就判断一下，你这个加一有没有等于 front？ 好，所以如果你加一之后，每绕一圈啊，对，再绕一圈，等于 front， 那就是 Q 是满。那正常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一哈。那我们就 read 先把它加一，记得啊 ，read 指的地方是有资料的，所以要先加一。加一之后那个地方才能摆资料，对，先把它加一，这个是要绕一圈的。先把它加一之后呢，再把 Q 的现在新的这个 位的位置的这个位置放成 S 的资料。这块是拿资料，那拿资料的话，也是要判断一下有没有 empty， 如果有 empty 不能拿。那你要拿资料的话，就是记得啊 ，front 的地方是没有资料的啊 ，front 是没有资料的，所以 front 一定要先加一，才能拿到资料。所以 front 先加一哈，也是这里是绕一圈哈 ，front 先加一才能拿资料。拿到这个资料之后呢，他就把它删掉，哦，这个其实这个 NAT 啊，这边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这边是写一个符号而已，他真的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这边没有讲，就是你把这个再拿掉，然后可能要去做一些处理。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cube 啊，这样就已经实做完毕了哈。我也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这个城堡什么样子哈。这个欧洲有很多城堡啊。这个西洋景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城堡，城堡怎么样？真正的城堡。这个叫做马尔堡，在波兰啊。那我去年去的时候特别拍回来，为了准备这个资料节目上这个。所以我在旅游的时候啊，无时无刻在想说，这个旅游的这个过程啊，怎么样拿来这个上课的时候能够来使用。好，这个是城堡啊。那这个旗是长什么样子？他们都没有骑马啊。这个叫骑士啊。后面这个叫骑士，这个在马尔堡的堡里面，这个古堡里面有这个骑士啊。好，我想这个时间就差不多，我们今天就提早下课好了啊。